所以现在干嘛？现在我们要出去了吗？回去了吗？所以现在应该是先看一下油加吧。油加没事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直接下去了。油加，拜拜。为了我们可爱的女主角着想，哦，我得让她先回去了，我就不理你们了。哎，电灯。我是真的真心想让他先回家，老实讲，被一个无形的力量封锁着。哎呦，我是真心想让他先回家，因为太可爱了，硬要。里面没有人，纸拉门，好像就。好像就只有走廊这边的灯是暗的，其他灯是亮的。刚刚得看你离开这，不能报警才行。瓦斯桶、垃圾桶传来微微恶臭，走走走，出门喽！走走走，我们一起走。有东西，找到了翼龙西房间的钥匙，通道堵塞了。哎，平常叫你们整理不整理，你看现在出不去哦。一个大西瓜。看自己滚动。这什么也没有，奇怪。如果刚刚不去挡阻挡他的话，会飘到哪里去啊？他要回去了。奇怪了。刚刚电话响，可是电话我记得不是电话要先断了吗？shit，按错。那去哪里？一楼西房间的钥匙在哪里啊？用在哪里了？哦，回复亮光了。太好了，重见光明的感觉真好。这里，哦，这是又变暗了，奇怪，刚不是亮的吗？怎么又变暗了？哇，说重见光明了，害我刚开心了一下。bug，原来是 bug，太困难了，看不懂。似乎有被人照料的样子，看起来很昂贵的拷贝机，全是纸屑。西装，点点点，哦，电脑开机，真是的，吓我一跳，原来只是处于休眠模式呢。这是什么？一个人捉迷藏？什么是一个人捉迷藏？不要问，你会怕。也被称作一个人的鬼抓人。本来似乎是要被用于降灵术和咒术等等的仪式之类的东西，幽灵、无法超生的灵魂等等，因为想要实体，便将其召唤附身至人偶上面。透过这样做，与灵魂取得接触，其目的是提高咒术师的素质。然而，有第六感的人与灵媒体质的人不建议玩一个人捉迷藏。倘若玩了一个人捉迷藏，后果请自行负担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本管理人一概不负责。那你干嘛发出来这个讯息呢？对不对？你都已经讲说，我告诉你哦，这游戏很危险的哦，我告诉你方法哦，你不要玩哦，你玩了不关我的事哦。我靠，这什么理念啊？这什么观念啊？我天啊！也就是说，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是，哦，怎么了？刚刚红红的。那么，尤加和伯父遇到的是，好可爱哦！刚刚卡的，闭眼，我暂停，他也可以动哦。我靠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朋友试过但没事，还不能存档，看到鬼！
挂条贵嘞，什么东西？你 真的是傻眼嘞！我天啊！哦，哎呦，肚子好痛，笑得肚子好痛，救命啊！啊，我看一下，我朋友试过，但不是没事，是建议不要试啦，因为不会知道说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，就是很难讲啊。有些人玩了会出事，有些人玩了不会啊。对，这个其实很难讲。哎，刚刚那只熊爬过来的动作好可爱哦。刚刚有这个吗？上锁了，上锁哦，这是地下室，可以来了。哦，这些干嘛？闪电打雷还是怎么了？刚刚抽屉放的日志，刚刚这边那么暗，没办法看到呢。木盖，昂贵的壶，祭坛。刚刚这边明明就在那边闪烁啊，奇怪，照明，有人在这里待过的痕迹。因为一般来说，其实真的不建议去玩一些都市传说里面讲的东西啦。对，那个，因为也很难断定说到底是真是假。如果是假的，那还好说，对不对？玩玩就没事了。可是如果是真的的话，出事了真的很麻烦了。走吧，哎，刚刚还在这啦，又不见了。哎，这只熊真的神出鬼没，哎，它到底在干嘛？那只熊到底是……拿着报纸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再去2楼嘛。老实讲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蛮不想跟那只熊接触的。我觉得等一下那只熊会不会？速度来个爆冲，这样，这很难讲啊。要回来这间，然后电线支离破碎，哪边会有备用的电线呢？好问题，我也想知道。哦，这边还可以进来，哎，有东西，找到小钥匙。这是他们家后院，是不是也太大了吧？有个空箱子，使用木盖。哦，来到一个变成有例会了。对啊，陈廷君你好，应该哦。廷君城还是陈廷君？陈廷君啊，应该。糖果在塞嘛。书桌放着衣服，讨厌，里面放着下流的书。这一定是老爸的房间。这一定是老爸的房间。输 球，有东西，拿到仓库钥匙，打开了。Oh shit！等一下，看到他先回头。为什么到哪都看到那只熊熊啊？Oh shit！屁嘞！他刚明明就都没有动作。等一下，他刚明明就都没有动作。豪宅了，有个他好像本来就是，换了，这好像他家本来好像就是豪宅了，好像啊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神代尤家他们家好像还蛮有钱的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哦。你好，你不要找我，你找他啦！哎，你去找你的主人啦！熊熊变可怕，还发出绿色的光，这样才能让我们知道说到底他在哪里啊？对不对？好烦哦，你不要一直过来啦！晕倒！哎呦，你这很烦呢、欸。胜利 V 陀螺还在这边，
他好像发现我们的时候会变红色的啦，熊熊光环。我管他什么光环啊，不要吓我就好啊。哦，这是那个他们家他们爸妈睡觉的地方。西装，哎，应该有仓库吧？这边应该有仓库才对啊，在这里吗？仓库在，哦，这边还有路，这是哪里啊？哦，哦，这是哪里啊？好帅哦，装饰着大型的和服人偶。哦，我确定一件事，之前那个之前的没有这个的地方，旧书籍用以前的字体书写的，看不懂。有东西，仓库、书库、钥匙、鲜花，上面那是什么、鬼面吗？散乱着具有历史感的玩具。布满尘埃的旧书籍里面没东西，箱子里传来声响，先不要打开，先等一下。谁知道那只熊是给我躲在那边想 gank 我？这房间好恐怖，还是赶快出去吧。等一下嘛，先看一下有没有重要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这可是你保命的本钱呢。Open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不倒翁。哦，蓝色的脸呢？啥回？啊？嘞，好嘞，花贼喷，就算事物打开无动于衷，不是啊？刚刚发生什么事、啊？刚刚那是什么？没有东西，奇怪，现在只剩钥匙了。